新闻首先要来看是来自嘉义县议会消息，上午嘉义县议会进行的第十七届、第六届的定期大会，会中也进行甲议案，100年度嘉义县总计算和各机关单位计算案等，也系咧大会无异议的通过二读和三读的定数。嘉义县议会第十七届第六次定期大会15号上午伫议会议事厅来举行，大会由议长易正达主持，会中审议甲议案。嘉义县102年度总预算甲各机关单位预算，其中税入是209亿，而税出是214亿，税入税出有5亿的差距，将以社会收入平衡。而甲议案，嘉义县附属单位预算，包括有公车处、卫生医疗基金等九个单位预算，甲三案内政部补助道路景观甲人本环境改善计划1000万，而且同意先行贴付，等待之后列入101年度追加减预算转进。其他提案全数下伫大会无异议通过二三通。新闻新闻，将来先嘉义县采访报道。